在就是烤这个南瓜红薯和这种本地的板栗红薯和香薯，这两种呢在我们本地也还是挺好卖的。嗯，烤不过来今年的。烤不过来。嗯。我想吃一个的。吃小的没事。这个还没熟啊。还没熟吗？高的我每天吃不腻的就是红薯，每天来店里面至少吃两个。今天有个那个帮我们看店的大姐，她休息，她家里有事要忙，要休息两天啊。嗯，你们两个今天就不能到处去玩了，你先回家休息呗。啊。好的，美女，这个还抱了一个，不一个给你啊。不过卖酒的要香点，这个又放一个，谢谢啊。用这个微波炉热这个板栗，有点容易炸。娜姐啊，今天我下来的时候碰到我们村的那一档，马上到三八那个。那档什么？三八女神节那一档，他们问你有没有空去参加那个活动。跳舞啊？对呀、啊。跳不来，我的肢体太僵硬了。你不是喜欢热闹的人吗？我跳舞像僵尸一样。你知道吧？那你哎呀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昨天看群里面发的消息了、哦、我保证有一个最受欢迎的节目，你别急啊。我不急啊，但是我可能去不了。去不了。每次我跟他们后跳舞，我就躲到最后面，就给凑人数的。嗓子最大的那个吧。反正是跳的时候就是哎呀，很搞笑，不敢在前面给他们笑。那我就做点萝卜去算了。随便你，萝卜随便。我们这边萝卜多。别啰嗦，回去休息吧。啊。嗯。反正你也要多多休息。反正我们要看时间休息。你回去，我来看。啊。嗯。刚刚碰到我们寨子的那些妇女，他们做节目安排的，说今天晚上一起吃个烧烤，聚一下，看出什么节目嘛。然后就说叫我一起去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带酸菜，带酸萝卜。他们都挺喜欢吃我做的酸萝卜，酸的甜的多拿一点。另外我要多装一点这个卤菜，就像我们卖的时候有一些不太漂亮的那些鸭爪、鸭翅、鸭架，挑一些出来，把它剪一下，就装一大盒去。不能只有这些萝卜嘛，肉也要拿一点嘛，是吧？嗯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、哦。那你吃什么？你不要挂了我嘛，我吃红薯就行了。今天换你吃红薯了。嗯。要不点个快餐？哎，你不用管我。哦，那回去我带哲哲去了啊。咦，我们到地方了，怎么没人啊？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就来了。伯母，姐姐，你还叫伯母啊？还说7:30。是啊。都快8点了，都没人啊。确定有烧烤吃没有？有，放心。哦，那确定有，那我们就等一下。等一下。好。哦，那我菜先放桌上啊。诶。呀，烧烤的东西都买好了，人还没来，我们两个先把它烤完算了。今天晚上是要干这么多酒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，还有好东西啊，甜酒蛋。哎，奶奶真累哟、哦，快跳啊！小孩子们也喜欢跳舞。美少妇们陆续的来了啊！你们跳，我就在这里烤啊！我不想直接摸的。不想直接摸的。生抽一哦。好，我们就做生抽的。或者一个生抽，一个加芥末。好，我们烤这个鱿鱼干呐、啊。这烤鱿鱼好喜欢吃，大家。我这个。哲哲，你停不了口啊，哲哲。啊，好吃啊！越嚼越香，就是有点硬硬的。硬硬的，好享受啊，是吧？看你
折折你像个花猫一样，牙齿都折断了，不要折了，直接咬了。你们留一点给阿姨们吃啊！啊！香嘛，大姐手艺真好。哎，回来了，又烤又烤。辛苦了，今晚上。哪样嘛，有样嘛。没事。有啊。哎，大姐，烤上去，哎。今晚能包多难啊？这伢又回来能蒸个那位。哎，伢要就忙啊，就买福香。你烤完烧烤了，就喝甜酒蛋呢。甜酒蛋，快点喝。甜酒蛋了，他们还要喝酒呢。快点呢。烤完这最后一把给孩子吃的，我们也上工了，哈哈，一片狼藉。啊，我们都是嫁过来的，我们就称呼做姐姐，哈哈，辛苦姐姐了，辛苦姐姐收拾了。谢谢妹妹的款待嘞，还是好工，明天继续，明晚继续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多了，哎，姐妹们在一起就是开心。虽然我不参与跳舞，但是帮他们做做烧烤啊，做点好吃的，都是挺好的。咦，哥哥，又笑眯眯，肯定又喝酒了。老实交代，没有，没有啊，真的没有。上次我看了你拍我说我喝了酒那样子，像发癫一样，我就。不喝了，以后都今天脸都没红。我就给他们烤一下烧烤，看他们跳一下舞，青春洋溢的，都是30-40岁了，都还跳跳舞，真的挺好的，大家在一起真的。但是你没时间去啊。我看你批不批准呢。我批什么准呀？他们说要留个位置给我，留个 C 位给我啊。行。我是这样跳舞。那天就放一个假，放一天假吧。我不会搞。那天放一天假，你不要排练吗？哎，不过也没关系，算了。我有空就去跟他们玩一下。